Hello 哈，今日嚟到明洞一个崭新嘅全新打卡热点啊 ，Bingo Wingo 开幕冇几耐嘅啫，已经成为咗大家嘅打卡热门地啦。我哋即刻去睇下有咩场景可以打卡。一入门口咧就见到呢一张嘅海报啦，由4月8日至到5月7日期间咧都做紧 opening event 啊。一入到嚟啦，就有一啲蜡烛啦。同埋生日卡等等，好有慶祝氣氛嘅一啲精品，亦都有一啲相對實用性高啲嘅袋啦。咁你去 camping 啊，又走去沙灘嘅時候就可以用啦。同時場內嘅佈置亦都相當之色彩繽紛啦，亦都有好多嘅呢啲鏡啦，可以俾大家打卡。哇，今日都著咗花花衫喎，原來見到有呢一啲咧比較有韓國特色嘅手信精品啊。咁而家咧就仲做緊特價嘅。朝頭早同夜晚嘅南山塔，佢連呢啲襪嘅套裝亦都非常之繽紛啊！自己著或者送俾人都一流啊！然後我哋即刻上2楼睇睇，就連樓梯嘅位置亦都相當之夢幻啊！仲有呢一個充滿花花同埋牛牛 cushion 嘅大卡位，呢一個 corner 咧就將佢唔同嘅產品啦 display 曬出嚟。非常之可愛啊！仲有佢哋嘅兩個代表性人物，呢度咧仲有一啲嘅打卡場景，可以俾大家無限盡情影影影啊！呢一個咁多毛巾嘅 corner 望過去，原來就係浴室嘅場景，係望向明洞大街嘅浴室場景啊！除咗房景之外，仲有一個大廳場景。呢度啦，都仲有一啲電子用品嘅，包括有計數機啦、滑鼠、鍵盤等等。做嘢嘅時候有啲咁精美嘅工具，一定會得心應手一啲啦。就連一縫牆啊，都非常之打卡得寶啊，真係唔會放過任何一個空位啊。然後咧，呢度仲有一個平面房間，一入到去睇下，所有嘢都係違反地心吸力噶，只要你行上去就好似瞓咗喺呢間房入邊。外面都仲有一个小打卡位，有一个电子显示屏，可以见到我哋嘅样啦。事不宜迟，即刻上埋3楼。咦，有个门喎。3楼嘅颜色咧就偏向蓝绿色系啊。佢布置亦都非常之精美，连天花板亦都唔放过，超多云朵，而且咧亦都有一啲人生四格嘅影相 buffer。喂。我哋再出到去外面，又系一个非常之打卡得宝嘅地方。以为自己去咗沙滩啊，有呢个太阳山加沙滩椅，仲有啲好夏日沙滩 feel 嘅小圆台。竟然仲未完，仲有一层可以上。上到嚟系一个 Galaxy 主题嘅布置啊，呢度啦就有几部嘅夹公仔机啊，咁咧就可以。1000won一次咧就可以夹里面嘅波波，愿我会揸火箭。喂，唔知道你对边啲韩国景点有兴趣呢？欢迎留言话俾我哋知，记得 CLSS， 一有新片即刻睇。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